了冷飕飕，到底要吃什么最补？这个，这个，还是这个？到底吃啥最丢席？补身补血兼补气，冬令进补传奇。哦，好冷哦！又到了进补的时间了，就要来帮你补身体，要让你丢掉外套，丢掉发热衣。当然啦，要来补身体，我们就要来找到我们最有名的达人。三哥，他一年四季365天从来不穿长袖，他都只穿短袖哦。希腊希腊，只要是天上飞的、水里爬的、有毒的、没毒的，三哥一出马绝对是透懂哎。只是这个最勇的男人会不会又拿出什么怪怪东西？我也惊呢。三哥，听说哈，你今天要帮我补身体呢，要带我去找那个吃了以后冬天暖乎乎的。阿奇夏。这咕溜咕溜的，咕溜咕溜的，对啊，啊是啥？呀，卖问遐济啦，咱即马吼，我咧讲，你要找这个物件吼，啊先来掠者，较细尾咕溜咕溜的物件。哈，要找咕溜，要先找小咕溜哦。对呀、啊。那啊，找小咕溜干嘛在这里找？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这边才有，啊用骨的。是啊，骨啊骨，对哦，骨啊骨。哦，快点啦！你那个盖子打开来。三哥，这就是小小骨溜啊。对呀、啊。小小骨溜其实就是蚯蚓。哦，原来蚯蚓要用锄头找的哦。这蚯蚓啊，不但是农夫耕作时候的好帮手，它的高蛋白更是许多鸟禽鱼类的最爱哦。哦哦哦！来来，给你。为什么中就要给我？哦哦哦哦！开始往下钻，完了完了。再拉，你放下，都不要给他，你就这样放下，一直拉，一直拉，对。可以弄一下旁边的土吗，三哥？哎呀，哎，对对对对，这样子。好恶心！哦，太惨了！你可以抓到大了，这只真的很大哎。对呀、啊，这是应该是霸王了吧？哦，我一直在收缩。哎，果然烂泥还是扶不上墙，狗熊要变成英雄，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。哥，一年365天，我第一次看你穿长袖哎，你买国哦。不是这样子的，因为啊，我们要找这个东西呀，哈，因为这边呢都是田埂，我给阿公操脚这样。是哈、啊，这么笑皮啊！哎哎，你自己穿成这样还敢笑别人哦？哦，只是三哥啊，啊这里不是排水沟吗？难道古溜会在这里出现？三哥，一定要在哪一种地方找吗？其实要看，你要看它的洞在哪里。大部分都是水旁边，因为啊，这小骨溜啊哈，它会被淹死。哈？如果它没有呼吸，它被淹死。你没有听说会被淹死的鱼吗？嘿嘿，天底下总有新鲜事，鱼会淹死都是头一招哎。好，就找那个50元硬币大的孔，啊、你就放在它那个洞口，有啊，拉进去的。真的假的？你才刚放下去？哎，那个耳在动。在动，哎，我刚好看到啊，整个耳朵跑进去了。你刚一放下去，它就吃哎。对呀。吃，它吃了。啊，我感觉它在拉哎，啊，再拉了。再拉进去，给它拉进去，再进去吗？哎，再给它进去一点。它已经拉进去了。拉出来。我看啊，已经有张力了。感觉上这骨溜狡猾的不得了哎！闹鬼的三哥哈，决定要带盈盈转移阵地，到水浅一点、水草多一点的地方，期待能有好消息。嗯，这是垃圾吗？这垃圾吗？哎，有线呢，来个竹筷子绑线呐。其实啊哈，我跟你讲啊，那是设陷阱啊。陷阱哦。对呀。哎，我怎么拔起来？啊，这被吃掉了啊！还有一点，其实啊哈，我们抓骨溜的话哈，我们不一定说是用掉了，啊，有时候啊，我们没有时间啊，然后你就可以那个筷子
竹子也可以绑着，然后线绑着就放在洞口啊，那它就会吃的时候拉进去，然后我们就才过来收，哎，看到拉进去了才拉起来。哦，所以这个线要留比较长，才知道它的那个线是有被拉进去的。哎，三哥，哈，哎，有吗？吃进去，吃进去了，吃进去，拉起来，拉起来，拉起来，我拉一点点，拉一点点，拉点，你再用这样子慢慢的。啊，我看到头了！啊，跑进去了，赶快，走吧，快！哦，快点挖，怎么办？哎呦，快到了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快快快快快，过来。快抓出来！是什么？不是的，来，我留神鱼呀。哈？黄鳝。这个是鳝鱼？对呀。不是。是啊。是 baby 吧？鳝鱼的。怎么那么小只？我看人家那个炒鳝鱼的鳝鱼很大只呢。它这是外来种啊，来。哦。有没有很古灵？哎呦，好古灵哦。对呀，啊，真的，盈盈，你真正是不会呢。这台湾本土种的野生鳝鱼数量已经是非常非常稀少了，不但数量少啊，有钱还不一定吃得到哦。啊，这个本土的，它最大也差不多比这个大一点而已。因为它这个细，就跟我手指头一样细啊。那你看到它？那我手掌这么长而已。你看它的头，那它的牙齿。它有牙齿啊？没有牙齿啊，它其实有啊，我们看不清楚，它嘴巴很小啊，它你看它看到蚯蚓，它就吸进去啊。所以哦，没有，它嘴巴一点点，有没有？我刚看它嘴巴打开了，可以再开一次吗？有没有啊？它那个外来种啊，它头比较大，啊，还有点像那个像蛇舞啊，沙嘎。嗯，可它也很像蛇啊。对啊，但是本土它的头型啊也好啊，但本土你看它这边比较尖，没它尖。有没有看到他的那个嘴巴？他嘴巴是这样，哎，对，这样一点点。那他这样子，我们刚刚那个蚯蚓，他怎么吃？他也是会吸进去啊，就他是会咬之后吞进去，吞到里面去啊。就是因为用吞的，我们在抓这本土黄鳝时候，得像跳探狗一样，一进一退，一放一拉。而且啊，它那么稀有，这价格肯定很有想象空间吧？不卖啊？他是算斤啊，一斤。一斤可能要一千多吧，这个东西一斤一千多块，对呀，你养的都差不多将近一千块了，哦，这么贵哦，对呀，所以它是宝呢，对呀，哼，金马加怎样？它虽然个头不大，但是这十分珍贵，中，中了，哎，中了，就这么丢了，这大的吗？哎，这条好像蛮大的。拉线，线不能太用力呢。哦，他拉好紧哦。看他拉，那我这样往下抓的。哎，他一直在往下吃哎。对啊。他一直在往下吃。对啊，我的手被整只伸下去，可能都还不够哦。而且我现在脚都很痛，又陷在泥巴里面。而且他的身子拉得很用力，有吗？有吗？他跑出去一点了。哎呦，这边。对对对，他这边，有没有？耶，他跑出去了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！啊，好大，好大，哦，好大一只呢！哦，我就不信你不出来，搞了这么久啊！你看，已经不能上来了。哎呀，当下是太让人感动了。经过了十多分钟的人鱼大战，我们终于成功拉上这尾活跳跳的大黄鳝 ，I got you, I got you 啦！哦，这个没事。这个有够大的哈。对呀。可是这种大小是本土种吗？嗯，这条嘿，这条也是。这也是本土种。嗯。这比刚刚那只大很多呢。对对对，这已经最大了。这先让我喘三口气，再开始说话呢。手一直在那个土里面挖，对啊，挖不到底呢。可是一直往下抓，对，而且因为我刚刚有试着拉那个线，然后那个线是一直被往下拉。如果我刚刚用力拉这个线的话，这线可能会断掉，会断掉，对不对？哎，会断掉。恭喜老爷，贺喜夫人，今天是木家高呢。你看，光这超过40公分的野生大黄鳝在地上暴冲的样子，哇！你能够在泥巴堆里面抓到它，除了技术要多点幸运。
哎，听三哥说，还有一个神秘钓点，里面的宝贝更多的哦。